说到如他的一个环境，同时呢，也让我们的游客呢，能够感受到更节能的一个交通工具。通过我们今天的一个提案岛的一个活动呢，也将要把这个小琉球成为一个示范地区，将一个示范地区或者人道呢，推广到全台湾各地。所以我们在这中间确实是很不容易，也非常不简单。还有我们在整个集团的仪式当中呢，也邀请所有的媒体朋友跟我们的这个公司的共同参与。